身证明太虚构，欧弟哥哥有一套。舞蹈的技巧啊，什么都很好，但是你们在于互动、眼神的交流上面就少了一点。红人，你听得懂吗？刚才那一段？一点点。我帮你解释一下，哎，红人跳舞的时候，眼睛要看着姐姐哦。周日晚上8点，中式超级魔王大道。